这样可以吗？它上面插了三个什么？帅吧？有了。另类组合哎、欸，还可以调整角度。调整哦，真的有鲍鱼哎！冷天的都是要吃这个了。双人尺寸，再铺了一层这么厚的床垫会热吗？我车子会变成电影院了。真是很搭，很搭，对不对？圣诞快乐！圣诞快乐！哦哦哦 ！Merry Christmas！出来，我们今天打扮嘛，很明显，今天主题是要去圣诞露营。那我们这次去的营区是之前去过的石壁露营区，上次就是对石壁的印象蛮好的，觉得蛮干净的。那想这次想说，圣诞露营已经很压给了，哪里压给？不想要去很陌生的营区，怕到时候不是那么习惯。然后加上最近北部一直下雨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就有调中部的营区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已经在11分钟就要抵达营区了。你没有说这是第几路吗？这是第几路？我要跳一路了啦。好，这次是24路，因为我的23路在日本。阿宝，你又跳了一路了。对啊，我又跳了一路了啦。没想到阿宝又漏掉一路。对，所以23路是我跟我妈在富士山露营。好，那我们营区见。我们这次想搭 B2 或 B1， 你喜欢哪一个？B2 比较好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觉得 B1 也不错啊。可 B1 如果有车子的话，什么都今天没有任何人来，今天全场就我们。我还是觉得 B1， 因为 B1 的这片石头就是我们上次搭在 C3 那上面的那个超高的那一面。阿宝很期待露营，因为他又一个月没露营了。好吧，我们就搭这个大石头前面啦，蛮帅的啊。啊，今天的车厢怎么感觉今天很空旷？你少带了什么？没有，充气床垫换了，充气床垫换成那个自动打气的，随便很小。我的圣诞老人，阿宝指定要的。你觉得很可爱吗？阿宝看到韩国人的照片有这个，他说他要同款。对，还同颗哦。但长度，因为我们本来要挂桌子，但不知道现在挂去上面可不可以挂，够不够挂？那要怎么挂？哦，被我弄断了 ！Oh my god， 是坏掉吗？好刺哦！还好啦，盖子而已啦。太可怕了！那我们要连回去吗？不用。哦。有亮吗？啊？如此微弱的光。好微弱。太搞笑了。有亮啊！你现在太亮了，他可能没办法。哇，
这样可以吗？等一下，圣诞老人要面正面呢，这样好像都圣诞老人都背面。哇，我挂不住。还是我来好了。我们的圣诞老公公，这边有一个人在暴走。刚刚那段剪，不要剪进去。我没有录，他刚才说拗够，很难撑，有点拗够。他因为被蚊子咬到，现在有点生气。拗够是什么？解释好不好？拗够就是烂的意思啊？是吗？对啊。那上面是麋鹿吗？看不出来吗？你要看近一点吗？火气很大啊！麋鹿哎，是真的麋鹿哎，好可爱哦！它有个打结的，你看那么小，短短，好小哦。拗够了吧？你买多少？你原来它只是放在桌上，那么短。不错啊，当做一个装饰嘛。对，我刚才去隔壁有一个李人。便利商店是那种就是杂货店，可以买到电子哦。如果来石壁露营区，觉得有什么忘记买的话，那边还有饮料啊、饼干啊，什么都有。阿伯的杯子还在，你看那个标签超可爱的。但老公公在上面很可爱耶。然后桌上有两条被嫌弃的灯，他等一下就会有他的位置，一个暖炉。那我觉得另外一条就放在桌上当做装饰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装饰。你看你开灯。领主来了。你看是不是？来付钱。多少钱？你好。嗨，领主好。我在这边。打开后，我不免俗的又来介绍我的圣诞装饰了。首先，第一个圣诞老公公的灯，只是看到 IG 韩国人有用，我就觉得很喜欢，所以就上虾皮买，吊在我们的门口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这个用了好几年的圣诞树，但是重点是它上面挂着那个雪花的灯，很适合它吗？晚上的话一定更漂亮。再来呢，就是我的椅子，我们套上了在虾皮上面买的那个套子，就觉得非常有圣诞节的气氛了吧？你看上面是圣诞帽椅套哦，很酷吧？再来呢，就是重头戏，我们的桌子，这个桌巾呢是10年前买的，现在还在用。这些是我们的 Crocodile 的杯盘。再加上宝贝自己亲自设计的杯子，专门给圣诞节用啊，你平常也是可以用的。我们今天用这个杯子来喝红酒，上面还有一些这个那个麋鹿的灯。今年的圣诞装饰简单且温馨，每一路都要一个新的东东。这一次有一个很酷的暖炉，而且它很小。过来看，它上面插了三颗什么？帅吧？它的燃料瓶是不是？酷吧？然后它是有这种，噔噔，好可爱哦，好小哦。这个是你跟我大的暖炉比比看，它真的是小朋友哎。它这个是可以放在房间用的啊。好了，那我们来打开看看。你现在打开了吗？因为它是吃瓦斯罐的，对，它的开法好像很简单。这边，它跟那个瓦斯是一样的，就是卡式炉，卡式炉一模一样。哦，转过去就好了。有了火哎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它就是瓦斯炉。哎呢，酷吧？酷哎，对，它就是瓦斯炉，它就是瓦斯炉。然后它就会开始就是变热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就是暖炉了，这样。哇，真的有热哎，真的、哦，很暖嘞。嗯，已经开始很暖了。啊，好棒好棒，好可爱啊！噔噔，我们的圣诞布置，耶、yeah ！连我们都布置了，我布置了脚，我布置了麋鹿。好了，然后。
后面现在已经挂了我们的灯串了，天要黑了，我们准备要来吃晚餐。宝宝今天有圣诞气氛吗？当然，非常的 Merry Christmas。而且今天银主跟我们讲很多话，因为今天我们又包场了，包场了，这是我们说上次是跟韩国朋友来的，他就记得了。那我们现在来煮晚餐。不用。哦天哪，我肚子好像饿到快晕倒了。因为你现在在忙你的，我想说那我就自己拍一些这种备菜的画面。我刚刚本来想说，用这个脚架架灯，看会不会比较亮一点，结果还是很暗。他拿出了一个很厉害的法宝。忘记开机了。哦，我想说你不知道线宝，哎呦，厉害吧？这是台灯吧？哎，厉不厉害？怎么那么亮？而且啊，它是卡卡灯，就是它可以，呜，它是可以，它是自己吸在上面，你看。它怎样？这样。所以你这用是？你这用是？它是自己吸上去的、哦。这是一个磁铁。哇，哎，它实力感觉很强哎。重点是，所以我可以夹在任何想夹的地方。你说它是用夹的，是不是？你不如夹我们的脚架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像路灯哦，可以哦，哇哇，我们的脚架结合了这个卡卡灯，因为这个平台刚好夹。对啊，我就跟你说它那个平台啊，哎，怎么样？哇！厉害了吧，另类组合哎、欸，还可以调整角度，调整角度哎、欸，光源。好好，我们今天就这样。我突然觉得它好棒，我突然觉得它这个好像一条路灯哦。我找到它的功用了，它长得也很像路灯，你不觉得吗？人家原本是当台灯用。我们今天吃鲍鱼粥，然后他说隔水加热，然后这边有那个，你说我们要吃推，我们吃推脊的这个好了，不然这个就先隔水加热了。好，鲍鱼粥。它上面写煮五分钟，对，让它煮五分钟，很香哎，很香。它这个要加水吗？不知道，但是它超香的。我们爱怎么加怎么加。有料，结束了吗？嗯，因为它是小包的，这大概是一人份的那种。是哦，嗯，这是可以煮面的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可以，好香哦。这里不是豆腐吗？哦，真的。我以为你在跟我开玩笑。我为什么跟你开玩笑？我加点水哦。哎，我应该要拿那个我们烧热的水嘞。哦，对，哎，你小心哦。它会滚吗？嗯。有热吗？我知道。不管，这样够了吧？煮两碗面。开箱鲍鱼粥。哦，看起来很好吃哎。哇，它其实就是一人份，对不对？嗯，它其实一人份。但我们每次两个都喜欢 K 修。嗯，也分死。鲍鱼粥，我看一下，那颗鲍鱼好像在你那。哦，真的有鲍鱼哎！给我汤匙，我看看。哇，这是鲍鱼还是香菇？鲍鱼吧，它上面写鲍鱼。这像香菇啊。很好吃哎。嗯，好吃哎。很浓的那个鲍鱼味，好吃吗？好吃啊，这个冬天吃不错哦，我觉得。哇，太滚了吧！因为我们加很多水，这样味道会被稀释吗？会，但我们要煮面啊，面会吸水，早上的小麋鹿好可爱哦。而且你今天穿这样好像很暖。我今天穿冲锋衣。你要冲去哪？台鸡金鸡鸡给。猪肉泡菜汤，看起来很
很好吃吧？你一包真的够吗？我现在很饿哦。吃完这包就把下一包也下去啊。那不就要再加水稀释？不用。啊，这个大冷天的都是要吃这个啊。我要说他要下他的香菇，他刚刚去备菜。要下多少？留一些，因为等一下要那个用煎肉的时候要。这个呢，就是洗菜篮跟蔬果存放篮二合一，反正它就是你洗好的时候可以拿起来，然后再把水倒掉，然后再放回来，同时可以保鲜，因为你就可以把它盖起来，然后放进冰箱里面保鲜，这样。然后水不会泡在菜上面，对，它会自己留在下面。没错。好了，他已经迫不及待想吃。好，那你要夹一个那个豆腐啊。你这样看起来好像一人露营。Solo camp。对。这个味道嘞？泡菜好赞哦！真的、哦。嗯。超入味的。好难得。在用床铺的宝贝。现在自从变成自动充气以后。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小、欸、你那等要下来的东西要先放进去里面，不然你会弄不见。我又不是今天忘记带到那个铝箔垫，我们已经要冷死了。我们很多人都，我看韩国你连这个都没铝，不行啊，会有地气耶，地气在不？我觉得今天房间好亮。对啊，今天刚刚就跟你说，哎，怎么亮？你对这面有锁起来吗？有啊。冲起来是为了我要睡上去。怎么啦？难怪你那么积极。我突然好想睡觉。我想说这个人。怎么突然自告奋勇说他要去来用床铺呢？原来不是他想睡觉。他想睡了，困。我们还有牛肉还没煎，太好了。等他声音变急促之后。他问的电热毯。床垫中间可以隔一条毛毯，比较安全。呜咻！双人尺寸，不错吧？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一直想要直接睡在这个电热毯上。不会不舒服吗？不是啊，它上面有电线呢。大家啊，上面还会铺一层那个，铺一层床垫会比较舒服。哎，我们的那个百宝袋真的是超好用。哎呦，哎，有人问我说，那你在翻电热毯上面再铺了一层床，那么厚的床垫会热吗？宝宝，你告诉大家会热吗？是什么意思？还会感觉到热吗？会啊，会在你的被子跟你之间一直循环。如果直接接触才会不舒服，直接接触我觉得我有点怕漏电。的车子又变成电影院了。这里我前面就是这个暖炉，我刚刚吃完饭的时候不小心睡着了，然后因为太冷我就一直靠着它，觉得好暖和哦。我觉得太美了，你的车子也很加分。对呀、啊，我等一下在上面吃烤肉，喝红酒，过圣诞节，耶！给大家看我们今天的烤盘漂亮，它旁边是木头的，可以摸的。之前不是烤盘都不能摸吗？对呀、啊。这个现在这个烤盘是还有做木手把，而且它是跟喷冲联名的，因为。等一下，这个油花的水会到中间，然后你中间的这个菜就会哔哩啵噜。
导热蛮快的。嗯，导热很快。这个是不是要配那个胡椒粉吃？对，我等一下要转转转上去。可以。你先包这个，好吧？好，你包那个吃。好吃吗？我觉得很好吃。真的？嗯，好吃就好。我夹不到。你包起来，然后吃一口。你那个盐巴可以不用弄太多。嗯，是不是很搭？很搭，对不对？很配哦。嗯，还有青椒会喷汁，然后那个肉超搭。对啊。嗯。几不洗几不洗的。哎，推荐大家这样吃，好好吃哦。牛肉片包青椒吃。好，圣诞快乐！圣诞快乐！哦哦哦 ！Merry Christmas！ 大家这个超好，很可以，很可以。肉，好好吃哦，这样吃超好吃的。电影院，阿宝喝了红酒之后，你看整个脸红成这样。阿宝，嗨。他现在一直吵着要喝。他的太妃，太妃老太，然后我们用这个煮水已经滚很久了，一直都热着。好了，倒吧。很适合今天，不觉得吗？对呀、啊，今天圣诞节就是要喝太妃，很少喝甜的呢。可是我觉得今天就有点想喝甜，可能是因为太冷。水是热的吧？水是热的、啊，你看飘烟了。飘烟什么东东？我们的小暖炉好可爱哟、哦。这个用瓦斯的点火一点技巧都没有，就开瓦斯炉。早上了，今天天气很好，昨天半夜还下了一下雨，吓了我们一跳。那我们烘衣架可以当衣架，也可以烘。我们昨天烘了浴巾，很棒。哎呦！哇，有蓝色的天空哎！帐篷干了吗？太阳这么大，帐篷还是有点潮湿。我们上次搭 C 区，所以是 C 区的厕所。这次 A、B 区的厕所是这一个，我觉得蛮干净的。两间坐室，有卫生纸，真的蛮干净，而且没有虫。你找的。也是很干净。我们到昨天半夜洗澡都是热水。那它在这个中间这边有一个冰箱 ，A、B 区的冰箱就是在这个厕所这边。那我们的蛋饼皮，来拿蛋饼。还顺便拿牛奶跟鸡蛋。我们车就这样停在帐边。天上有一块乌云，不知道等下会不会下雨。但现在太阳蛮大的。餐桌，我们要面壁思过的吃早餐。面壁吃早餐。我真的不快，现在已经快七十岁了。哎呦，你还可以用那个 YouTube 很厉害的。还会用 YouTube 很厉害的吗？现在68了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哦，你教我那个方法，我就按那个方法。对对对 对, 對, 對，你以后就你每天都用用看，就不会忘记了，就很好用了。对，没有错。哎，那您先做好一个了。好像蛮多人来拍过的。对呀、啊。
他说我们上次来拍的时候就很多人来。他说他那个 LINE 的通知一直 C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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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3。 我们今天的早餐叫做肉燥蛋饼，不错吧？看起来吗？不错。嗯，而且它的蛋饼皮好透，它的蛋饼皮有一个甜甜的味道。为什么我们的肉松没有用那个高级的袋子装呢？你出门的时候忘记弄了，袋子爆炸了，完全无法那个包不起来，是不是？啊，是蛋太大，然后皮太小，是不是？你因为你贪心，你说你要两颗蛋。没关系，等一下我都会停掉。肉松半月杀，我是肉松杀手。来吧，来那个倒牛奶吧，来吧。好，亲爱的，咖啡时间又到了。不管早中晚，想要咖啡随便都可以来一杯。我的口太太小。我那杯会太大，你那个好少，你太少了啦，你要不要倒一点过去？我想说你怎么好像没有控制一下平均？太好笑了，人家太好笑了。好了，哎呀，我们的咖啡意时间，好的，我们结束了这一路。那石壁露营区推荐，很喜欢，第二次来还是推荐。好，我们觉得，哎，大家看我们今天配色吧，我们今天配色还是绿色配红色。圣诞节露营要到 ending 都是这么敬业，对，前后呼应，到最后还是圣诞节配色 ，OK， 那就是红配绿，狗臭屁。我们今天就是收帐前有跟营主聊天，因为他今天是礼拜五，所以晚上夜松课，那白天的话他是休园，然后我觉得蛮好的，是推荐大家平日可以挑礼拜四来，这样子你就可以不用在很急着的时间收帐篷。说我们上次来过之后，这个营区整个变得生意超好。对啊，对啊，爆红。他说他的那个 C3 都已经订到明年十月了。而且我们这次订的是，我们这次最后搭的是 B1， 对不对？啊，对。我们觉得 B1 很推，因为它背后的那个石壁超大片，就是另外一种感觉。如果你不想要那种石壁在左右夹着你的，你可以考虑这种石壁在背后的。我们觉得 A1 跟 B1 都会有这种感觉。对。所以如果有想要来的人，蛮推荐的 A1 跟 B1。我觉得这个营区可以一直来，蛮喜欢的，然后路又很好开。好了，那我们这路又到这边了，圣诞节露营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阿爸开心吗？开心啊，圣诞呢？昨天吃红酒配牛肉，对，喝了一个脸通红彤彤。我是不是讲错了？应该是吃牛肉配红酒。好了，那就这样了，然后大家圣诞快乐。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按喜欢订阅频道，追踪 IG。团购链接都在下面，安妞。